哎呦喂，我的平板，你是谁？哎，拉萨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奇怪、欸，哎，我只是大概三个礼拜没玩游戏，是三个礼拜吗？啊，我只是两个礼拜没开直播而已，你怎么可以就是问我是谁？拉萨，你是他妈得失忆症是不是啊？好像现在还有这个卡哦，好酷哦！我到底多久没玩这游戏了？要求我来打 OW 是啥啊？是茶锤子啊 ？OW 是啥？我发现我现在玩游戏，这是我的奖状，对，不要录镜，我的奖状不要录镜。哎，这是给我跳吗？跳这边。我突然发现我可以开这个 Overwatch， 好玩吗？我应该没念错吧？可是那个好玩吗？那个是什么类型的游戏啊？好玩哦。我怎么觉得碰杆他们会被我害死啊？害都掉分，被当鱼炸哦，所以你觉得被当鱼炸很好吗？啊，右边这条线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条线是干嘛的？各位有看到吗？荧幕那条线那是什么啊？那什么东西啊？外挂啊？啊？等一下，这条线是什么 ？Garena， 这条线是什么？东东 ，Hello。可以给我你的 DC 吗？稍等一下，我就想打完。抹茶开挂都没有开外挂，不要这样子，我没有开外挂啊，我没有。这绝对是游戏 bug 啦！谁给你开外挂、啊？那是挂才有的。Gorina， 请还我一个清白，谢谢。我怎么可能开直播开外挂啦？干！什么现行犯？干，有种狗你就现在把ban掉！操你妈的！干不是啊，我就没开挂没。干，我连外挂要去哪里载我都不知道，我是要开个屁呀、啊！